事实真相和你所想的完全不同。当老板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停止了交谈。他们为考试结束了而高兴。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蛋糕了。无论你选择哪一个，你都不会满意。你把这根电线和电视机连上好吗？他的话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头。这辆车到首都图书馆吗？这一地区三分之一的地方都是森林。他们为谁应该付款而争论不休。等一下，我立刻就来。你可以节省等电梯的时间。只要问心无愧，无端的指责可以一笑置之。我头疼，他胃疼。他怒视着比尔，准备教训他一顿。我保证你根本不会觉得疼的。每天都去餐馆吃饭，我真是支付不起。我6点钟出门，以便赶上火车。我恐怕有些很坏的消息要告诉你。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。你吃这么多，难怪睡不着。他回来时，请让他给我回个电话。游泳池里挤满了人。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来支持他们的家。